推动我，不可能。亚洲首席大力士和稳如泰山的太极大师，究竟是能推动还是推不动呢？谁与争锋？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，大力士龙武自信满满地走向对决场地，而太极大师陈小旺和他的弟子已在此等候多时。穿着大力士王的冠军披风，龙武有着志在必得的气势。陈小旺率先起身，龙武也迎上前来，轻轻的鞠躬。中国太极大师与亚洲首席大力士的见面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大师好。你好。小子龙武，大力士，今日向您讨教，还望您不吝赐教。我叫陈小旺，陈家沟人，学太极拳练得不好，不过我看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陈小旺的对话没有任何谦让，龙武的表情很不自在。放马过来吧。好的，我会尽全力。世纪的对决，大力士王与太极大师的巅峰之战，谁会笑到最后？谁与争锋？对决规则：太极大师陈小旺站在直径2米的太极八卦图中，用太极站桩的姿势迎战大力士龙武的全力推手冲击。赛制采用回合计时制，每回合1分钟，3个回合内，如果龙武能够把陈小旺的脚推出太极八卦图，则龙武获胜；反之，如果3回合内陈小旺的脚没有离开八卦图，则陈小旺获胜。这一个不到4平方米的太极八卦图，决定着太极大师陈小旺60多年的太极荣誉。对大力士的进攻，我是完全有信心。陈大师呢，看起来比较敦实嘛，但是我觉得毕竟他年纪跟我相差那么多，而我现在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很容易吧。哎，让他放马过来。龙武解开了自己大力士王的冠军披风，职业历史荣誉也在此一战。加油！这就是亚洲的首席大力士。大师，你好。第一回合计时开始。一开始，龙武就压低了重心，使出了惊人的力量，全身以冲撞姿势对抗陈小旺。而陈小旺也开始变得满脸通红。正承受着普通人类无法承受的冲击力，连受力点处的胸口都已经变形。双方的徒弟们也看得很紧张。此时陈小旺的脚步开始向后滑动，左脚已经搭在八卦图的边缘，随时都有被推出圆圈的可能。左脚已经搭在八卦图的边缘，随时都有被推出圆圈的可能。时间到，好险呐！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陈小旺守住了第一回合。龙武看起来很不服气，而陈小旺也算是涉险过关。年近70的他，还有体力应付接下来的挑战吗？
陈小旺长舒一口气，第一轮的对决让陈小旺已经耗费了大量元气。肯定要是这样，别。太极站桩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首次交锋后，双方会怎样评价对手呢？第一次全力，第一次我就是。没想到龙武是陈小旺第一个尽全力面对的对手。丝毫发不出力量，一瞬间的时候，这个力量总是会在身上滑倒。他的力量虽然是很整很大，是蛮力。因为我觉得刚才是第一次和这种接触，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力量，跟我们的直线性力量呢有所区别。我可以以柔克刚。虽然伤到元气，但陈小旺依然信心满满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龙武已经改变了战术。他重心本来就不一样，他重心在他这儿，在他臀部一下，就在身上这个位置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会把手掌再往下。这回我觉得可以尝试用一定往上抬的那种力量，就是减轻他对整个地的一种下坠的力量。对，面对这样的变化，他能应付得了吗？开心在单纯，感觉对方怎么变，随时应变。没想到陈小旺通过调整身体中的气，还要重新把快出边界的左脚成功挪了回来。时间到。第二回合，陈小旺再次涉嫌守住了擂台，大力士王差点把太极大师推出圈外，证明龙武强大的人间神力确实很难阻挡。只有最后一轮了，刚刚离成功咫尺之遥的龙武会想出对付太极的新办法吗？这一局的药比刚才一局的药好很多吗？这次的力还大不大？大。他使了几分力？十分力。他的力量和他卸我的基本我都到不了。他虽然全全力，他推不动。所以呢，刚才在转动的过程中呢，我实际上在改变步伐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先在右侧，等到我后来转到他身体的右侧的时候，整个身体有很大的一个晃动。因为有的时候他不是光用蛮力，他会变的，他变得很快的。如果说变化的越单一，它越容易化解。但是我只要它转动速度足够快，它最大的劣势就在于它的反应没有快。那个它变得力，你怎么办呢？它变我的力，只要我的速度移动速度足够快，它的反应跟不上我的速度，下局肯定能推倒它。我知道最后它会更凶，我心里有底，所以我再也快速转动，再发力。我想慢慢去，下一次再快点，加油！所以我相信下一局我肯定行了。经过两回合的比试，双方对彼此的特点都了如指掌了。龙武找到的陈小旺弱点会起到效果吗？陈小旺的体力能否坚持完最后一轮冲击呢？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。
滚！最后一轮，计时开始。最后一轮，龙武像一头愤怒的公牛一样，不断地从各个方向冲击陈小旺。陈小旺的脚步又开始往后退了。可以想象，此时陈小旺的体内蕴藏着多么惊人的强大气场，不然肯定没有人能抵挡龙武这种魔兽般的巨力。这局没问题。只剩最后十秒了，龙武能挑战成功吗？还是陈小旺笑到最后？时间到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好好。老子佩服，老师太厉害了，功力深厚，您就像整个一棵大树一样扎在地里边。我也是左摇右晃，丝毫就在您身上我找不出一点破绽。